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有一个分辨的灵，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非真理，什么是在中间里面应该要怎么样啊，去分辨真理。主啊，你就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这个课程还有我们讲了这个摩门教，然后我们也要讲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还有真耶稣教会哈，真耶稣教会这些很简单的哈，很简单哈，这些异端好像这个道理里面呢，比较简单哈，只是它的方法怎么样去吸引人啊，这个呢就有它特别的地方，然后这个用道理来说很复杂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犹太教啊，这些伊斯兰教啊。看不看？听到没有？再，开大声一点，长老给我，这个听得到吗？看到吗？听到吗？还可以吗？可以听到吗？可以啊，长老听到，你应该听到。对，好。刚才讲到就是这些异端，其实它不是很复杂的，市场上不是很复杂，但是它有很多的使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吸引人如果要讲的是一些真的是很复杂，里面的道理是很丰富很多的这个就是犹太教天主教啊这些回教啊，他们里面的。道理很多，然后他们的文化，也是不简单。好像你看这个伊斯兰教，它本身以前它在8世纪来的时候，它就能从这个中东一直打到这个北非啊，然后在欧洲啊，但是去了很多地方以后，人家都是很喜欢他们，很喜欢他们，不是因为。他的信仰这么简单，而是说他的文化，他哪种的现代化啊，哪种的科技啊，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本身所拥有的带领这个世界的潮流的这些就是所以这是我们慢慢在以后就接触这些但是我们重复一下，就是摩门教在美国里面呢。第一大宗教就是基督教，然后第二是什么？天主教，第三是犹太教，对，第四摩门教，所以不简单了。所以我就猜他的教义是，一听到摩门教，他的教义是什么？多是三维三体，还是一维一体，还是什么？三维三体三维三体这是。严格来说，不是三维三体。严格来说，他们是多神论，因为，这个神啊，在神有太太的，很多太太的很多太太他们这个太太这个是很重要，结婚是很重要，这个宗教来吸引人。所以神本身就是一个有位有太太然后他生了很多的孩子这些属灵的孩子，灵魂都是永恒的，只是说。我们就是这些永恒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就要找一条路回去。我们身体这不是永恒但是灵魂上是永恒的这个摩门教，所以呢，我们本身是神，我们本身是神，只是说你怎么样能在地上里面能照上去呢？就是要神要看得起你，所以你要好好守住神的诫命。你把神的诫命守住了，那你回到天上了，他就给你一个金刚不坏之身了。这 就是你本身灵魂你是神的嘛所以就是给你一个身体就是照上去了，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呢，我们也说过嘛，他这个。天堂分成是哪几个阶段？几个阶层？
天堂分三个，高中低，你要去哪个？当然是高嘛，对不对啊？你相信这个东西就高了。好了，哪些人能够去这个高层的这个阶段的啊？这个高阶段的有什么特征的人啊？能上去的啊？猜一下。职位高，当然了，当然这职位高了，在教会领袖里面，你职位高，他们是有分等级的，分等级，所以他们很多时候。他们有就所谓的圣殿，对不对？这个圣殿，圣殿不是随便一个人能进去的，他们是有阶层的。普通一个信徒以后都不能进去，就是要经过这个考试考核才能去圣。跟我们基督教完全不同，我们就邀请新朋友啊，就去对不对？你不信没问题啊，来我们教会做一下，不行的。他们不是这样想，他们要想到就是。只有真真正正的信徒才能进去的，所以呢，你要进去呢，有一些理由，有些他们要考牌啊，他会问你啊，就是 interview 啊，就是会晤，就是问你是否相信神父啊，耶稣基督啊，圣灵是神啊。第二，你是否支持这个教会的领袖？你太多声音了。经常投诉牧师的，不能去，不能进去的，不能的啊！这个听到你的笑蛮开心好像，然后呢，你也没有守住这个戒证的律法啊，戒禁的律法啊，就是你就是要男女的关系啊这些啊要你是不是个诚实的人？还有呢，就是有没有奉献，有没有实业奉献，啊，所以很多人啊，他即使你加进这个摩门教里面啊，就是他好像有一个卡，好像身份证一样的卡，就是你要拿到他，你考过了，他这些长老都给你签名，签了名字以后，你就现在能够进去。啊，不然你就不能进去，啊，就分了，所以就吸引你，一定要去，所以慢慢进去，就慢慢好像考牌一样啊，就考到这个，天上这个荣耀的地方你要去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对摩门教来说呢，我们本身都是神嘛，这个是他的特征，然后呢，结婚对他们是很重要的。如果呢，你是不结婚的，你能去天堂的最高的阶层吗？能不能？不能的，啊，我们结婚的人啊，都是上到去，就是做，做神啊，做王啊，做王后啊，这些。但是不结婚呢，不能。你最多，你能上天堂，就是，但是你是当。天使，你就是服侍我们，所以他就问你，你要服侍人还是人家服侍你？啊，所以你要当天使，还是要当神啊？当然是当神嘛。所以他也是怎样去鼓励你。所以呢，进这个圣殿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圣殿，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你看到很漂亮、很漂亮的这些很多不同图画的这些啊，哎，出了什么？为什么不能 cancel？ 对，右下角有一个地儿。哈？你是想对大画是吧？哎，对，全屏哈。不是，它的挡住了。嗯，好，你的身手不错。全屏吗？全屏好。好，所以你看到的摩门教的教堂都是很漂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很漂亮的教堂里面呢，就在里面呢，就他们有很多的这礼仪在里面是实施的啊，他们已经规定了有一个岁数啊，比如12岁你就八岁你就能受洗了，
啊，八岁你就能受洗，然后每个两岁他就有一个阶段的，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就有合格，一直奏上去的。那受洗以后呢，他们就会还有一个都是这些都是在圣殿里面的去执行的。所以有一次我们不还记得，就是摩门教是一夫多妻嘛，就是后来呢美国政府呢就打算就是要他们要改，他们都不听，最后嘛美国政府就好，我们打算就把你的东西全部什么充公没收了，把你教堂全部拿开了拿走。其实最近在2016年呢，2016年就是这个Russia 呢，苏联他们也是他们的经常是这样，俄罗斯真的很聪明，就是一些宗教进去，你不听话，他就怎么样，他就没收你所有的东西哈。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就是在哪里，他有些我们以后再讲，他有些东西出来，你才要改，不改，他就把你所有东西没收了。但是耶和华见证人呢，你没收我的物业，我不重要，因为他想法就是说，最重要是人嘛。但是摩门教不是，请记住，摩门教很特别的，摩门教很注重他们的圣殿，一听到美国政府说要没收他的伟大的圣殿，他就好，那我们就改了，现在我们就这个 LDS 就说我们就不没有一夫多妻制，我们就改了，只有一些很纪要的还有但是呢，他们就为了这个圣殿，改了。为什么呢？因为对他们来说，整个这个摩门教的发展，摩门教这个吸引力都在圣殿里面，因为只有通过这个圣殿里面呢，他才能去培养一种的这些人要。因为天堂是他们要去的地方嘛，所以呢，只有在圣殿里面的做一些的参加里面，你要接受一些圣礼，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圣礼，就不能上天堂。所以如果你没有圣殿，就什么权柄都没有，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这个教会的领袖，这个教会领袖他是很有权威很有权柄的。但是这个权威权柄建立在哪里？建立在这个圣殿里面，因为他要通过这个圣殿里面做一些礼仪，还是做法事还是不知道，然后做出来以后把这个恩典带给他们，所以他要吸引人你要来，明白了吗？好像其中一个礼仪就是说这个两个人嘛结婚嘛，对不对？都是要在圣殿里面结婚，通常都是一般都好像我们基督教一样，就是牧师来讲道完了然后呢两个人就是手要握住手，在这个圣坛里面比较矮的，就两个人跪在里面，然后手压住手，然后呢他们就彼此就念一些咒语啊，这些东西这个比较简单的东西。对他，他也不一样因为对我们基督教来说是我们的婚姻是在地上嘛，天上是没有嫁没有娶嘛但是他们呢不是这样，因为整个这个仪式就是要帮助我们建立东西，叫走到天上他就想到用人的想法，就是你要想到婚姻是永恒的，所以你就必须要听这个教会领袖的吩咐因为你要接受这个礼嘛，不然你的婚姻只是在这个今生的，不是关于到这个永恒的将来的他就鼓励你这样然后还记得这个永恒，因为在天还不要忘掉我们刚才讲这个天堂分三级嘛，最高哪一级是什么？只有结婚的人才能进去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婚姻只是说不是永恒的，那你去了天堂变得怎么样？
对了，你最高只是第二层天使，哈，所以你要，你真的要维护你的神的身份，回到最高的阶层，有一个东西是，就是要结婚，啊，所以要立这个礼，所以就是要进到圣殿里面，然后你能够达到了这个，也是教会，所以灵教会领袖很有权，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他讲什么东西呢？他也不欢迎大家去，外面的人出来，进去去观光啊，不行的，不行的。所有这些礼仪都是秘密的进行，就在里面的。然后呢，这个摩门教徒呢，他们在外面也不会谈论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这个是最神性、最神性的东西，是我们自己才会了解、经验的东西，不会跟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啊，俗子，这些，他们跟天堂无份的，因为现在他们讲的不是理，不是理由啊，讲什么？经验，你的经历，啊，这个很重要，对不对？重不重要？可以哦。结过婚的人你都知道嘛，对不对？经验重不重要？男生。陆家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嘛！我一结婚就发现了，因为很多时候我跟着太太讲理由，原来我才发现，原来女生是不讲理由的。结婚以后发现很多都是这样啊，然后她，有时候我跟她讲理由，然后她都说我错，我说明明是我对的。你看讲什么理由？我们分析得很清楚，不是角度，完全是我对的，真的是对。我是真的讲理由，我师母真是好厉害，她说还是我错。我说错在哪里？她说错在你不让我。我才想到，结婚的时候，我岳母问过这个问题，她说我的女儿什么都不懂的，你一定要让她。我说现在我才明白，我说可以，没问题啊。他说没问题，就能把我的女儿嫁给你。我说好了，就没问题了。所以我太太就说，好像妈妈，你跟妈妈说什么呢？哇，他们厉害厉害。所以每次讲的都有什么，然后总而言之都是不要讲理由。慢慢明白了，现在就是进入某个阶段里面都是要讲什么，讲经验感受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所有的道理都在课堂里面讲了啊，回家里面就不要讲道理了。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道理是两种，道理是两种，一种是在这里，一种是在这里，两种加上来才是一个道理。不要忘掉我的伦理书，我的伦理书叫做《情理相依》。就是这个意思，啊，不同角度去看东西，其实每个都是一个道理，不要看清这个东西。所以摩门教也是很懂这些角度去看事情的哈，他不跟你，讲这个道理是这个东西哈，他要讲这个经验，你想不想去天堂？想了吗？想到你就要结婚了，然后这个婚姻是永恒的婚姻。这个不好吗？好吗？太太的当然是好了。对啊，他是有意思的。然后呢，来圣殿里面去，有这个洗礼啊，然后有这个见证礼啊 ，confirmation 啊，然后还有这个结婚啊，然后还有这个 endowment 祝福啊，祝福啊，这个 endowment 这个这个高莫。啊，高油啊，这个东西，这个 endowment 里面，哎呀，哇，这个程序需要整个程序需要2.5个小时，哇，好厉害啊！所以你去，他也不给人家去看的，啊，这是在里面的哈，所以这个东西我不懂，我知道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在图书馆找了很久很，最后给我找到这本书，这个人本来他是摩门教徒。哈，所以他呢，他一直很忠心的，最后他就发现他的问题，所以他就把里面他的研究啊，他所以他很懂这个东西，写就是写出来啊，就是给我找到一本不错啊。写出来会不会
对他们，对对对对对，是的，因为摩门教是这些在圣殿里面发生的东西都不允许信徒，对他们来说，你讲了这不神秘了，不神秘就不没有力量了。啊，所以对他们来说呢，如果你要讲了，你要走到圣殿里面去彼此去谈这种的经验，你不会在圣殿以外的地方去谈，这是他们一般的习惯。100%多少人啊，不小啊，当然是不小，因为你看到这个摩门教它，就是很多人相信摩门教的，不小，在特别你在加州，你就会发现了啊，我们这个加州 Utah 这个Nevada 这些地方都是摩门教的天下。是不是拉帮结派很严重？什么？他们自己教的同一教的，因为我前年嘛，在洛杉矶一个学校，高中学校里面我待过。后来我走了，后来听说整个学校里面的老师全部都是摩门教。对呀，他对们呀。自己应聘的话，就是可能这个同一教的对对对，所以特别在犹他州里面，我们不是讲过嘛，就是这个1/3的人口都是摩门教徒，所以基本上你不是你去很多人你去哪里工住的哪面里面的时候，你在找工作，人家问你是摩门教徒还是不是？对啊，就是你不是摩门教徒都不请你，麦当劳也要摩门教徒。他就问你啊，因为老板，因为他们很注重，对他们来说，整个这些方法的市场都是一个全复印的方法，就是要强迫你，强逼你来住在我这个地方，你叫什么？对，你叫跟我们的规矩，啊，对呀，你要吃饭嘛，所以大家来到以后，你说，哎，好了，可以了，试试看吧，他就要你试试看，对，试试看，他就，给你明白这个道理。这个结婚是已经把你永恒了嘛，已经借债了嘛，所以他一步一步来，他就你能进圣殿的都是要问你其中一个问题嘛，就是你要不要守住这个清洁的礼，就是说你有没有守这个婚姻的不要搞另外一个女人啊，来这你搞乱了你就不能再进圣殿里面了啊，然后呢他们是摩门教就是柳文就讲过嘛，他们你要被教都是很惨的，他们就说被教以后，就是你以前所接受的一切的祝福，现在怎么样？对了，变成咒诅了，神就变面了，哦，对啊，翻脸了，所以你来的时候，你慢慢吸，慢慢吸，接受着他的恩典，拿了拿了，但是你走了，神会怎么样？非常不高兴。所以怎么样？神对你很不好，所以不还忘不要忘掉，他有一个法律讲明白嘛。他说有一些罪是不得赦免的，只有一个方法才能得到赦免，是什么？就是要流你的血。那怎么解释呢？啊，对呀，啊，所以LDS 就没有这个没有，但是莫名叫三派嘛，对不对？所以那个保守的 fundamentalist 啊，这个基要派的摩门教，他们解释说，他们会把你，这个基要派经常都是这样，就是一夫多妻，他们也是秘密的进行，当然他不会讲啊，但是。对，所以摩门教分三种嘛，第一种是基要的，第二种是就是最大的就是这个LDS 就是在犹他州哪个啊，就是耶稣基督后裔信徒啊，后期信徒，以前叫做末世信徒 Natives 啊，就是好像前10多年前他的改的名字叫 Latter， 这后期不是末世哈。啊，所以就
改的比较好了。然后他还有一派，一派就是more liberal， 啊，就像我们基督教的自由派，啊，哪个都走得很远的，哪个他们这些牧师也是来我们基督教这些神学院里面去念书啊，念书就回去了，是这样。所以这个比较开放吧，比较开放一点。他们有地狱之说吗？进不去圣殿的那怎么办？这些人还上天堂？当然有啦，当然啦。他们有地狱吗？当然有地狱啊，每个宗教都有地狱啊。他们不都是神吗？他们自己认为都是神。对啊。他们都是神吗？神不要你了，现在。你被叫嘛，对不对？对呀，不单是你现在是受诅咒了，啊，所以他要很小心啊。不要找到那种基要派的摩门教就可以了。我看他们都是很 nice 的，只是那种就比较极端了，比较极端一点嘛。然后他摩门教是分三个时期嘛，在1930年代呢，他起家的时候是在这个总部在 Ohio 在东岸啊，在很冷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时候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所以呢，很多的同很多东西就是他们就相信摩门经，啊，只是单单相信这个摩门经。然后呢，他后来受了这个逼迫的以后，他就去了这个Elios 啊，芝加哥 Chicago 的附近的地方啊，叫 Lovell 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的市场也是慢慢就因为这个。Joseph Smith， 他是不断接受这个启示嘛，所以对他们来说是这样的，他们要见到什么是先知，对他们来说，先知是发预言嘛，对不对？先知是发预言嘛，但是哪种先知发预言，凭什么是发预言？先知其实就是见异象 ，vision， 所以这个 Smith。啊，这个史密夫经常都见到这个意象的，所有东西他会见到的，啊，所以呢，摩门经还记得吗？就是他见到意象，然后天使啊，这个摩伦啊，就是带他去了一个地方，然后就找到这个金耶，对不对？找到金耶，然后这个金耶他就能跟其他一些人把它翻译成。啊，翻译成这个英文，啊，这个经耶是用这个希伯来文啊，这写出来的，因为是以前以色列人在耶稣出生以前很久很久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呢就是主前六百年的时候，他们亡国还记得吗？亡国，所以有些人都走到从这个。我没有讲过这个历史没有，知道了，就走到这个美国嘛，就是然后就把姐姐这资料就是收藏了。他们因为对他们来说，神已经知道这些基督教呢都是不诚实的，都是走歪路的，所以已经暗中伏兵了，就是要在里面去复兴这个基督教。所以对他们来说，跟一般的异端都是怎样讲，我们是什么？唯一是真的宗教，其他都是什么假的。所以他们都是这样，都是无论你是真耶稣教会还是摩门教还是耶和华见证，都是一样的，这些异端都是一样的。他们都说我们要来叫什么，要来就要改变 correct， 改变这个这些败坏的基督教啊，就是我们啊，他们要改变我们啊，是这种想法。然后呢，所以最早期的1930年代呢，就是他接受这些意象，都是因为比如说这个经液啊，这个摩门经啊，这就你找到嘛，对不对？这个现成的。但是呢，走到芝加哥的时候，伊利诺的啊，这个拉这个洛普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他就
现在他的这个启示是自己神给他的特别的启示，这些特别的启示呢，他就慢慢就写下来了啊。这些有什么的 Book of Abraham 啊，亚伯拉罕书啊，这他就很多很多的这些教义就出来了，好吧。所以呢这个 LDS 啊，这个最大的这个 moment 叫基本上他就跟在这个伊利诺州的时候这些信仰的东西啊。然后呢这个开放的 moment 教呢，他们就相信这个在早期只是相信这些摩门经啊，没有再加一些特别的启示。因为对于史穆夫来说呢，这些很特别的启示呢，这些秘密的功夫呢，这些真理呢，不是传给其他人的。譬如说圣经也说嘛，耶稣讲嘛，就是对这些真理只是对什么，对门徒说的，其他人就讲不讲，不讲了，因为他们有耳听，就有耳朵听的就听了，他们没有耳朵的，他们听不明白，所以他们就不启示了。所以摩门教就是发展，整个发展里面呢就有这种的，所以他们要阶层的是这样嘛，就是有这些秘密的启示是某一些人能拿到的啊。所以开放的摩门教还是说这个改革的摩门教只是停留在最原初的1930年代的这些的启示。然后呢但是最大的摩门教啊，这个就是由他走哪些呢，就走到芝加哥里面的啊东西。后来呢他们也是因为他摩门教的历史就是每去每个地方都是给人家杀杀杀杀杀，他们都走啊。然后他们后来就聪明了，所以他们也是拿枪来杀杀杀杀杀，他说对打的啊，对打了，也是跟美国政府就是打了，就打输了，没有办法了啊。所以他们后来就很惨了，很惨的时候呢他们就走了，最后就去了犹他州。犹他州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犹他州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有这个史穆夫也接受更多的启示啊。但是还记得吗，就是他有一个忠实的信徒啊，他把公历传给他，最后他就发现有问题，他就走了以后他开了这个报馆。这个报馆呢就把这些摩门教这个一夫多妻还有很多秘密的，这都是印刷出一个报章，就是告诉这个犹他州的人。所以大家都知道，哇，我们搞错了，我们这个国家不能是一夫多妻了。最后就这个政府就省政府就跟他谈了。这个史密夫就说好，你要谈我跟你谈啊。谈了以后他就把他，你都明白嘛，他一谈就把他抓了放在这个监炉里面啊。监炉里面还是打算慢慢谈了，但是就有一些暴徒来了，就开枪进这监狱，把他跟他的弟弟啪啪把他打死了啊。打死以后呢就有另外一个，就这个 Brigham Young 啊。这个因为这个摩门教有十二使徒，因为这个史穆夫就好像耶稣一样啊，他有十二个使徒，这个十二个使徒里面带领的都是彼得，他就是彼得了，这个 Young 啊，他就起来去重新带领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人是律师来的，他很懂去安排很多东西啊，但是这很极端啊。这个 Young 出来的东西就变成是现在的这些极端保守的基要派的摩门教啊。现在还是一夫多妻，所以时不时你就听到突然间有一个农场里面的东西里面都是摩门教徒，然后政府就打进去，因为他们实行一夫多妻。然后通常都是这样啊，就是老婆都是有些都是不够18岁的，给他政府就派一些 undercover 卧底，就是发现了，然后就是要攻进去了啊。这些都是这个这个极端的这个摩门教啊。他不用注册结婚吗？只是通过他自己的仪式。对，这个很好的。所以极端的这个基要的摩门教当然不需要了嘛，他们根本是秘密嘛，一夫多妻，政府也不会承认嘛，对不对？但是呢，犹他州就不同。犹他州他还记得吗？
他因为政府要把他的圣殿要充公嘛，啊，没收嘛，不，他要没收，没收的时候他们就达成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说你不能有，都是一夫一妻，现在他是一夫一妻的，啊，他就改了。然后他也是一个就是正当的宗教机构嘛，啊，美国是尊重宗教自由嘛，所以他也是跟我们一样嘛，我们牧师也是拿这个都是注册了嘛，注册有没有他们就可以执行这个婚礼嘛，啊，只是他的婚礼只是跟一般的婚礼不同嘛，我们一般都是说这一生一世嘛，他们是永恒嘛，不单是一生一世还要永恒的，这是这个这个教导。对啊，你看他一直在东岸里面，然后走到这个，芝加哥中部了嘛，然后就走到这个犹他州了嘛，然后他就本来他是哪个时候他走到这个，哪个时候是墨西哥的地方，只是说这个美国跟墨西哥打仗了，美国赢了以后就这个地方就被逼迫要割让给美国了，啊，所以他本来他们是做王的在里面。最后突然间出了事，所以美国政府才进去嘛，所以才打他们嘛，是这样，有这些背景。所以你要明白这个摩门教是要明白他的圣殿的这个结构，啊，所以然后呢结婚是很重要啦，然后还记得他们摩门教徒大概这个18岁他就要当宣教士了。谁能当这个宣教士呢？他就有这个 endowment 的礼，啊，这个高莫礼，啊，这个高莫礼呢，在就需要我们刚才讲是需要2.5个小时，啊，那里面做什么呢？以前呢就是这些人都是要看，他们要看这个电影啊，看电影啊，然后重新把这个在创世纪里面的这个亚当、夏娃。哪个时候他们的经历的东西，他们已经要背，你要背很多的这你要回应啊，回应的，他就问你，你要信耶稣吗？还要解的，这是重复把创世纪的一切，整个一直走到现在的一切的小故事，重复播引出来，然后你在每个环节里面，你就做一个回应。首先，你穿一个白色的衣服。啊，应该是好像我们去剪发的时候给你一个包，这个 apron 对不对？哪种的？白色的，里面穿东西吗？全都不能穿，对呀，都是白色的。然后因为他们就认为这个礼完了以后，这个 apron 就给你一个这个袍，这个能够使你保护你的身体，啊，所以这个作者就说他是这个作者说，因为什么都没有穿，这个白色的就是像一个 underwear 一样，啊，这个。啊，这个底这个内衣内裤啊，然后按着不同的情绪里面，然后着到这个时候，你要换你的 apron， 你要换你的这个袍，然后要换成这个绿色的，啊，比如说讲到本来是白色的嘛，然后讲到犯罪以后就怎么就没有这个白色的袍穿了嘛，所以神给他什么？树叶叶子嘛，所以这个袍现在的时候你就要换那个白色的哈，啊，所以我看的时候我说里面不穿东西，现在怎么能换绿色的呢？啊，所以现在已经改了，这些东西都在1980年代就改了，现在就准容许你里面去穿衣服，哪就可以嘛，对不对？大家都在看电影，你要换衣服，你里面什么都没有，怎么穿呢？就那个，你现在是讲很要圣洁嘛，保守了嘛，所以现在慢慢现代化的时候，他就把东西就改了哈，所以好了，你看完这一套的，好像这个迪士尼一样，这个 5D 啊一样啊，就是电影里面的 3D 啊，然后你自己就是在里面在一直在参与啊，就完成所有这些东西了，然后你就进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啊，这个天堂房间啊，
然后里面牧师就跟你这个念，也是念这些东西啊，然后就所以整个很复杂很繁复的两个半小时。在外面这个大堂里面就是给姐姐东西你看，然后你每个就是会回应嘛，因为比如说亚当选择错了，对不对？可能在这重复说，这个有一头蛇出来给你一个苹果，你吃还是不吃？你就要怎么不吃了？你要在他就要你搭解一些东西，然后经过了姐姐一切的经验以后，还要去房间，然后继续。做一些祷告啊，然后就走的时候还要吩咐你，秘密的吩咐你，你现在的名字改了，啊，你现在是不是田瑶？你是什么？给你一个圣经的一些这些符号的名字，所以好像这个真耶稣教会也一样嘛。每个你发现每个牧师他都是这样的，什么张巴拉巴。什么王保罗，什么什么，他们是怎样去给他这个名字？但是你给了这个你的圣名以后，你不能告诉人啊，好不好？所以路加，你告诉我们，你就不是肯定不是摩门教，但是这个就是你的好像封号还是什么？你的圣名字，就是这个这个是你自己跟神的这个东西里面。这个负责人就是怎样去处理啊。好了，你有这个高莫礼以后啊，还有他们里面很多礼嘛，还有这个为死人受血，记得吗？这个死人受血就这个一个大的玉盘嘛，然后这个玉盘，我去看过，我没有进去里面，我去这个犹他州看到他们 library 里面有一个 model 嘛，小小我看过。有十二头牛，在这个这围住啊，有十二头牛就是代表十二支派，啊，在里面去受洗。受洗的时候呢，书里面就告诉我，他说，你走进去的时候呢，要受洗啊。他说，很多次的，不是我们一次两次，是最少十二次。就是十二，有些是要二十四，有些是三十六，啊，对呀，啊，一次个很快的，因为你现在是这个是为死人受洗的，死人受洗，不是你现在你是比如说你祖宗里面有一个人他是死以前，还不。他们有规矩的组合学，就是叫这小学生，就是你要前面四代，就是你要四代你要填了，然后每一代里面是哪个人，他有没有，对他有没有得救？所以就刚才不是高莫你嘛？高莫你不单也是可以为死人高莫的，因为你不高莫的，他就因为一级一级嘛，他就不能上去天堂最高级了，好对不对？所以你有时候你做完以后，有时候你就发现，哎，我家里面还有一个没有做的，那你就要再做一遍，你就为他再做一遍。但是我死了，他替他来做，他没有同意，对，没有同意。所有的亲族家族，你都可以给他收拾，都要对。他们是怎样说啊？就是说，对祖先没有听过福音死了，他下地狱嘛。但是他没有机会听过福音嘛，所以你就会跟他做了以后呢，他就重新有一个机会，现在是接受这个礼物还是不接受嘛？你就给他，但是他们相信你走到哪个时候，你地狱那么惨，你都经验过了，你不会不接受的。他们就是鼓励你，应该为你的。亲戚啊，朋友啊，死人啊，要做几个东西，给他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给了，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们都没有东西吃，你要你给他东西，你接受了，你就能够在上面就大吃大喝。你会不会去？肯定你跟我都会去呢，对不对？对不对？
我们是对吗？照是这样，你就为你的，你妈妈怎么爱你，你要为她，你爸爸怎么爱你，还是对不对？你就为她做这些东西。所以呢，不单是为死人受洗，还要为死人这个接受膏抹，很多不同的礼，你都可以为死人去做的。所以摩门教强调的是一个 big family, happy family in the heaven。天堂里面的快乐的家庭，为什么你不做呢？你不爱他们吗？那就是他替他们来死去的人做。对的。权力决定你可以，死去的人可以成为盟友。这对你就帮助他们，他们就给他有个机会选择嘛。如果他不选择，没办法了，对不对？你做的一定做，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也知道，这大概就是 99%。的人都会接受了，啊，这些人如果一个 percent 不接受，就是他们是怎样理解啊？所以，他这个应该和佛教那个为死人、为祖先可以超度，是吧？对，哎，祖先也可以替他们念经超度嘛。啊，不，好像是这样，对，但是佛教比较是你要花费很多钱嘛，你要来读经啊，这个花费不小的。对，哎，对要感恩这个爱。其实他有他的方法嘛，因为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十亿奉献啊，就是你要进入场以后，就是很多不同的礼仪，你要接受这些不同礼仪，你要做啊，他的教导是怎样啊，所以都是找到天堂里面的东西啊，所以蛮吸引人的啊，蛮吸引的这些。都是从，他是我发现啊，他是不是跟你接你说话的？他是跟你接你说话的。好像结婚，你不爱你太太吗？你不爱你老公吗？对不对？对不对？然后你不爱你的祖先吗？啊，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你要做很多这些东西啊。对他们来说，哎，请记住，对他们来说，你为你的死的人啊，别人做，其实你就是宣教士，你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们，等于你就是出去把福音，就是摩门教嘛，他们就逐家逐户的叮咚叮咚他的探访，你是在传福音，你是把祝福带给他们，你是为他们的好处。他们看来谁也不放过啊。啊，对，这些教义都是有它，不错的吸引的地方在里面，啊，然后一般来说，结婚就是这样嘛，就是有一个很简单的这些sealing 啊，就是把你的这个印在一起啊，但是如果呢，这是教会里面而且很特别的领袖，他们有多一个礼，一般都没有的，就是洗脚。洗脚礼啊，所以有时候我发现，有时候我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嘛，他们姊妹他去了别的教会，他们结婚也是这样嘛，啊，他说有特别的地方，他们就彼此，不是彼此，就是男的跟女生洗脚，行这个礼，啊，就是表示我很爱你。但是我看了以后，我发现，诶，这个是摩门教，不知道你是从很多很多很多这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拿一些很好的 creative idea， 但是他不知道这些很创意的结婚的礼仪啊，都是有时候跟一些摩门教的东西都是有关系的啊。这些都是史穆夫他还没有当基督徒的时候，他爸爸他们都是参加某些的秘密的组织。这些组织里面都是有，都是这些东西都从哪里转过来的，转过来使用的，啊，对，转过来使用的，啊，在这个，在欧洲里面已经有了，有些秘密的东西，好像我们，反清复明的时候，呵呵，就手指要怎么啊，过这些都有它的有些仪式嘛，他们也当时也参加过这些的会，他就。所谓见异象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真的见异象，因为都是他曾经参加过这些会的
这些教条就是搬过来，在网上你可以找到这些祖籍的东西跟摩门教的东西很相似，就是这样。好了，就这就是我们讲摩门教的东西啦。所以请记住很极端很极端的这些教义现在都已经改了，都已经改了，什么学的赎罪啊，什么一夫多妻啊，多元的婚姻啊，这些很多，还有什么黑人是受黑色禁令啊，这些东西都是现在都改了啊，只是有一个不改的，只是这个基要派啊，这个摩门教的基要派他们还是守住，因为他是这个Abraham Young 这个彼得这个使徒，这个他死了以后带领出来的啊。一般来说摩门教都是现在都是这样了都是比较走在中间的路线里面，他要发展也是要小心所以现在发展的也不错继续的吸引很多不同人就是进他们的教会里面。好，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呢？没了，没有问。然后我现在就问大家了，我就发现是怎样啊？就是我们同学就想到嘛，这些参加异端里面的这些教会的信徒，热心还是不热心？好热心啊，好爱主啊，因为他们已经吩咐了嘛，因为18岁你就要去，18岁你就要，应该你就要接受这个高摩礼因为这个时候你就大概这个男生就是被差派出去去传福音了，所以你要还没有出去的时候必须有这个差派这个高摩礼，他们相信有这个高摩礼以后呢，那你就能拿到神的真正的祝福，以后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会你就是以前就说你的这个袍是能够保护你身体，现在已经改了，现在说能够保护魔鬼的攻击这个在属灵的攻击好了，就是18岁你就一定要接受这些，以后好了搞定了你就出去传福音摩门教徒叮咚叮咚的有女生吗？对，耶和华见证人有，但是呢，对啊，因为他们分得很清楚的，男就是当祭司，女生不能当祭司，为什么？旧约圣经是这样嘛，祭司嘛，他们都是很字面解经的不是信徒。皆为祭司，这是我们的讲法嘛，女生都是祭司嘛他们不是的，他们男生，所以你会发现这些长老就是 priest， 看到这个摩门教的黑牌子你就会发现是男生来的你发现都是男的对，他有他另外的一条路，但是他们不是祭司，对他们来说是分等的，他们不能当祭司，他们可以当这些工作的东西，但是第一是比较小，第二但是他地位上是男生是比较高的。对，对了，对了，长老，所以两个阶段嘛，一直走到18岁，他就是叫做这个亚伦祭司的系统，然后呢18岁有了这个高摩礼以后呢，他现在就变成是摩基洗德的这个祭司的，这个时候他们就进入在另外一个阶段了这个
所以在一找到十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就分了，啊，就这个时候男生就很明显就是，啊，担当这个带领的地位。那这个教导跟我们基督教也是不同啊，啊，对我们来说，基督教就说，男生是，我们不是说男生是女生的头，我们没有的，我们是什么？丈夫是妻子的头，啊，这个分别就很大的分别啊，哈。所以不是男生是在，是女生的头，他们是这样，啊，但是对我们来说，保罗的吩咐是说，在教会在家庭里面当这个属灵的部长的是什么？是丈夫，啊，不是妻子，啊，就是这个我看还是蛮好，就是要鼓励男生就是要当丈夫，应该要带领的地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有时，我教会里面有发现一个 couple 结婚了，他们都是消失了，礼拜天，都是去玩啊。然后他们来了，就是我找个男的，这个丈夫说，我太太的意见，所以他要去玩，我带他去玩。我说不行，你是什么？你是头。所以责任是你要带领他在属灵的地方，你不能让他去带领你，啊，这个是圣经里面的秩序。他说你为什么不跟我太太讲啊？我说我先要跟你讲，你不讲的。所以你发现现在很多在教会里面，啊，都是女生在侍奉啊，男生都是什么，他在侍奉就可以了，我都支持他，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是要什么？是要你去侍奉，你太太就支持你。头嘛，啊，是的，就是一般来说。但是摩门教不单是这样，他就更多了，他的更多了，他的男生是比较高级了，啊，这个是跟我们有些不同的地方。他整个吸引的地方都是就是用这些圣殿里面的一些礼仪制度去吸引人。好了，现在我就会问题就是说，我们都会发现好像一些异端是很热心，他们好像异端很多门徒，我们基督教里面都是信徒，你明白意思吗？信徒就是平信徒嘛，啊，就是不是什么都不做，啊，你啊，就是还要做一点点，但是就是很基本的，啊，很基本的，啊。就是只想求一点，不愿意为主去做工。哎，对，在摩门教一开始就不是，你能，他就搞到这个圣殿很神秘，对不对？这些小孩呢，其实呢，他们基本上都不能去圣殿的，只是说有些例外的情况，就是说，比如说你遇到这个。家里面要受洗啊，遇到家人要这些很大的这些礼，他就给你带小孩去看。但是一般你们做的东西，如果不是你的家人的，他就不准你，啊，所以要让他知道一点，但是也不让他进去，啊，他在鼓励你去，啊，你也要当这个祭司啊，还是这个地方。所以从这个开始的教导里面，他已经是一种的。给你发现这是门徒很重要，门徒拿到这个祝福，你要当门徒，就是十八，你要有规定了，每个情况也规定了，十八岁就开始了受洗了嘛，然后十岁做什么，十二岁做什么，十四、十六、十八，所有都规定在你要怎样做呢？就是按着规矩，你要办事，你要反叛的就没办法，你就 out 吧，啊，他说。所以整个摩西宗教教育的都是一种的门徒的训练的过程，啊，好了，这跟我们基督教所谓的做主门徒有什么分别呢？做这些摩门教的这些所谓的门徒跟做我们基督教的门徒有什么分别？大家随便发表一下，
培明不是上次说很他们的技他的方法不很很好吗？你不是说？对，那这个是培明，这个很聪明的，非常大道，非常好。现在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啊，我们不是讲嘛，都是讲什么生命影响生命嘛，教会一直在讲啊。但是你真的讲这个生命影响生命的时候，你去到异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所以当门徒，当门徒啊，不是信徒了，现在啊。其实重要的分别不是生命影响生命，不是哪种的，发现是什么？真的是当所谓的门徒的时候，是在这个 有些东西我们是做主的门徒，跟做这些异端的门徒的很大的分别是在哪里？真理，对不对？你就会发现到这样。不然如果你要比对一下，你要讲奉献，他们可能好厉害啊，就是慈济嘛，对不对？我在讲慈济，好像有些慈济的他的奉献，这是每个异端每个宗教好也好不好都是很热心的，很热心的，对不对？也有嘛。所以你不能用所谓这个热心的这个生命去分辨，这个都是做主的门徒。不是说这个不好，只是说这个不是单单唯一的这个原因，反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真理。我想说呢，相比之下，是不是一些歪门邪道搞得那么火热，发展那么快，我们这是有真理的、真神的，却相比之下就比较冷，比较那种。他们有严密的体系去训练这个。对，所以我们就不出去，我们要去，都是等着来，教会就等着来，就上来了。哎，对，这个，所以我们下堂我们就讲这本书了，这个教会的记号，所以就看看这些记号里面给我们一些的反省。所以，我们是所谓的真的门徒的记号是什么？啊，所以按着这个东西，我们慢慢一直好，我们休息一下啊，谢谢。